凤凰网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谭健次。我今天是一身非常简约的配西服，搭配的是一个有点设计感的这样的一个小领子的衬衫。我很期待去了解 Prada 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品牌故事，然后看到很多典藏的展品，然后还能看到 Prada 在电影、艺术，然后还有建筑，还有这个环保上面的一些项目。七分吧，因为我觉得时尚艺术也是一门学问，自己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。冬天的话，我还是可能会比较喜欢穿的既保暖又要简单舒适，比如说一些大衣啊，比如说羽绒服啊等等这些。会的比较多吧，相似之处。他会配音，会唱歌，会做饭。对，那我可能就是会唱歌，会跳舞，也会配音，会演戏。不同的话，可能我没有莫倾城这么的细腻温柔吧。我最喜欢的其实里面有几首歌都挺多的，比如说像朝夕啊，然后与君归啊，还有金凤玉露。对，那年我俩初相逢，灵犀牵引两心的触碰。我有时间的话还是会下厨的。对，就是比如说心血来潮就想下厨，想吃自己做的饭。那我下厨可能更多的是跟广西菜有关的，比如酸笋炒一切，然后也喜欢煲汤。今年够呛了，今年肯定要在剧组过了。对，会的。对，其实跟去年一样，去年的新歌就是当天发，然后晚上就演了，晚上就首演了，在跨年舞台上，所以今年也是这个流程。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，搜索订阅风视频。